Disclaimer，这个 study with me right，我只录了不到45分钟，可是我读书了45分钟，因为我的相机刚刚没有电去啊，所以，呀，我来讲一下我今天的心情。就其实我今天不是很想要读书了，我也没有动力去读书，因为今天是华人新年初二，就是那种初二，you know。谁会去读书？然后明天就是情人节啊！唉，可是我很多 deadline 要赶，然后再加上最近，第二学期这届那个课业变得很繁重，所以就要去复习，不然我跟不上老师的脚步，所以我才会拍这个 study with me，就也是临时想到。如果有个相机监视我的话，我就能更加的 productive 去读书45分钟也好。
现在已经过了那45分钟，就很开心。现在我应该会去躺床下，按一下电话，然后等下再打算，要不要继续读这样子哦。就今天想要，比较 relax 一点，可是还是要读一点点书。所以你们一起加油啦，拜拜。哦，还有看到这边的人真是很厉害，我相信我做到 study with me，应该是。你们会看10秒这样吧，可是我还是要做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监督我自己读书的方式，right？所以，就这样子啦，拜拜。